你怎么又来了？要我说多少遍才行啊！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叔叔，滚！老柴，算了，这么多年，他年年都来，也年年都进不得门，婉婉都走了七年了。 孩子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。 把这个吃了吧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头疼吗？
其实不是因为后脑勺挨那一棍子，而是因为你体内毒鹰散的毒还没有清除干净。毒鹰散是杨博给我吃的东西吗？对。那会怎么样？也不会怎么样，大不了就像这几天一样，时不时头疼一下而已，死不了。所以你给我吃的是解药吗？对。秦风。 什么地块不行了？有件事情吧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你做最合适。等这件事了了之后，你再回苍城山吧。 别闹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有适合我做的事儿。很简单，你帮我去一趟秦放的老家，帮我打听一下秦放家老一辈的事，越早越好，最好是有时间，哪怕是养了一只鸡，宰了一条狗，都要帮我一条一条记下来。 做不做这解药，我都会这样的。那你之前融过其他的动作，那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吗？那时候不会，是我的问题。现在身体大不如以前了，大概是承受不住吧。 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
秦景，不晓得老早搬家了呀？不过呀，他家老爷辈应该是很有钱的，你没看他家的房子造的都比别人家的大吗？是。哎，前好几天有一个中年妇女，带了个脸上有疤的男的，也来打听你。不过人家说了，是秦家的远房亲戚，来打听秦家年轻一辈都搬哪儿去了。秦家的年轻一辈不就只剩下搬到余杭去的那家吗？是啊。那个后生叫什么来着？秦放，好像是。谁还会来打听秦放的事？三天两头闹腾一回，也不嫌累得慌。我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回事？那老太太孙子不学好，赌钱在外头输了，跑过来抢他的棺材本儿。还有这样的事儿？这太过分了吧！哎，那老太太岁数是不是很大了？可不是嘛，算是我们这儿啊年纪最大的了。谢谢啊。奶奶，奶奶，您别哭了，您的事儿我听说了，这很同情，很同情。不，我给您买了点点心，送温暖，送温暖。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跟您打听个人，叫秦放，有个叫秦放的。什么秦放秦不放的？哎，你是外乡人啊？啊，是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没钱了呀。奶奶，您别误会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要钱，我和您打听点事儿。就是秦家，就咱们镇子里房子盖最大的那个秦大户。大户？什么大户？哎，他们秦家是什么大户啊？还不是抱了沈海人的大腿，欠了这一镇子人的钱。怎么就还他们家的？那我们家也是有钱人呐。奶奶，您什么意思？秦家欠您家的钱啊？个杀千刀的纺织厂欠了我们家好多钱，他说倒闭就倒闭了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赔我们。他们秦家，啊，就是抱了深海人的大腿。和那个纺织厂的白小姐一定是不清不白的，要不然怎么给他们家结了账？要是当初给我们家结清了账，那我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也能到城里嫁个有钱人。现在落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被那个畜生抢了棺材本啊！怎么又哭了？哎，奶奶，您消消气儿，您消消气儿。掀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又变回去了？至伞的力量，我现在确实无法承受，所以要变回藤身。慢慢消化了。慢慢消化，那需要消化多久？怎么着，也得百十来年吧。百十年？是啊，我就要变回藤身了。咱们就此别过吧，秦风。你自己好好珍重吧。别，
你先别念行吗？你不是还有第五件事要告诉我吗？我还没做呢。他要变回原身了，还管他什么第五件事、第六件事？秦芳，我变回腾身，可就管不了你了。你不会心存报复，一把火把我给烧了吧？当然不会。你把我侵犯到什么人了？我刚想好好照顾你。思桐，等你变回原形之后，我就把你埋在种在我们家院子里，你看行吗？行。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变回原形很正常，百十年也不长，但是我不一样，百十年对我而言时间真的太长了。不过你相信我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一定会跟你交税的。嗯，秦放啊秦放，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傻成你这样啊？还天天给我浇水，你真当是种花呢？你又耍我，所以你是不会变回原形了？变是要变的，不过不需要百十来年，一两天就够了。找地方哭鼻子啊？好了，不逗你了。问你个正事儿，现在几点了？差不多十点多吧。趁着月黑风高，先把我给围了吧。围？嗯。围。是这样吗？傻瓜，懂了吗？啊，你也不早说，我还以为就这样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才觉得你是一个外星人。您是？你就是秦放吗？
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哟，这会儿在这跟我攀亲戚呢，是不是有点晚啊？你行不行啊？我不行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哎，我不行，来，我不行，来啊，来啊，你还挺能打，你还能给我支吧两下，啊？没看出来你还有两下，还能跟我动两下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谁行？搞定。现在去哪？达那儿。啊？不，怎么又去达那儿啊？早知道你要去达那儿，我就……你什么你啊？行，赶快走吧。航显示是这儿啊，您放假怎么跟公园似的？有钱人是不一样啊，我住大自然里，人家里趁大自然。请坐。请放。没错，是这儿。有钱人也真不容易，这吃个早点下趟楼得多难。老贾，这儿是秦放家吗？是。他人呢？他人不在。您是？我是单志刚，秦放的朋友。啊。我听秦放提起过您，我也是秦放的朋友，我叫严福瑞。严福瑞。啊，对。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啊，那和您和秦放这种大家大业的没法比。我就在老家苍城山做点小买卖，卖卖串串什么的。你是不是一直没有离开过苍城山？没有啊，要不是遇见秦放和四灯小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。你跟秦放关系很好？好着呢。那你跟司藤呢？也好。你跟司藤怎么认识的？
这就说来话长了。单先生，回头您问秦放。严夫人，既然你在苍城山在做餐饮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，把你的那个餐饮再开得大一点，弄个连锁店什么的。然后你回去好好调查，调查完了过来跟我聊聊。什么意思啊，单先生？您是要带着我玩？给你投资。但是我对这行不太了解，所以你尽管放手去做，资金方面交给我。单先生，您真是有眼光。我也一直觉得呀，我对餐饮这个行业是有敏锐嗅觉的，我好好给您考察，考察明明白白的。行，越快越好。哎，走了，阿福。严福瑞，哟，司藤小姐，你怎么又围起来了？刚刚什么人来过？还说呢，我跟单先生在这儿聊半天了，亏得他走得早，要不然瞧见你不得吓死。单志刚，秦芳这哥们儿真够意思啊，刚跟我见面就说给我钱让我开店。说这些，我给您汇报一下这几天的进展。留着路上再说。什么路上？秦芳出事了。我就说他出事了，我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一直都不接呀。那咱抓紧吧。去哪儿啊？打呢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识相，老实点，我让你多活两年。你要敢耍花样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西天。走吧。柜子里的冰够吗？好在天气没那么热，坚持个一两天是没问题。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赶路，走吧。有点意思啊。但这一路我这身边坐着你这一个刀枪不入杀不死的，后面柜里躺一个还绑着一个啊，有没有点那个要取经的意思？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，反正这件事办完以后那颗天珠就归你了，否则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那颗珠子。都知道那九眼天珠价值不菲，你们家老赵当初费尽心思就要吞了这珠，你是他老的，我怎么就知道你没想法呢？我可不想到最后什么都没捞着。我根本就不稀罕那颗珠子。嗯，行，那最好。这。司藤小姐，司藤小姐，怎么了？到达那的火车都太贵了，咱坐绿皮行吗？都可以，你安排吧。哎，
可泡水了，来来，手收一收，脚收一收啊！哎，这边请。花铃过来，来，来，花生、瓜子和米糖啊！这个往里放一放，给你适量一下。哎，大个子，来边上站一下啊！榨菜、辣条了啊！哎，来，小朋友，谢谢，恭喜你啊！哎，车厢不能抽烟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哎，慢点慢点慢点。米酒饮料气泡水了，花生瓜子火腿肠了啊，榨菜茶叶蛋了，有没有要的？来，腿收一下，肩膀收一下啊。哎，给我来瓶。哎，好，来给。来，同志让一让啊，来啤酒。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这有座位不坐，你站着挡路干嘛呢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慢点。兄弟，你让我过去，哎，挤着我。苏小姐，你来吧，你不来，大伙儿就没法过。您往后稍稍，谢谢啊。哎，啤酒饮料气泡水了，花生瓜子火腿肠了，有没有需要的？来来，腿收一下了啊。出门再来，互相照应啊！这就是你办的事？我没办法，达那太远，不通高铁，只有绿皮。这还是我灵机一动，用飞猪免验证码抢了两张票，不然这座都没有。司特小姐，你多担待啊！回来咱就不坐绿皮了。我一键改退了他，到时候就有秦放了，咱就能坐飞机了。我知道你肯定有落差，之前跟秦放出门都坐飞机，那没办法，人有钱呀，你买得起机票。我月票能吃紧，对，他是开公司的，我是卖串的，是吧？司藤小姐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再也不跟你出门了，算吗？我以后啊，打算做慈善的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孩子和我家瓦当一样，孤儿，没爹没妈，多可怜。我搞个慈善机构，把他们都养起来，供他们吃，供他们喝。供他们上学，多好！你不是说没钱吗？我没钱。那怎么做慈善？哎，会有办法。切，做慈善，光走心不走人民币呀？坐我这儿，你靠着窗户，舒服点，舒服点。哎，大哥，老贾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，咱挪挪，再挪，我们串一下，我们串一下，啊。华容道，华容道。谢谢。坐火车还硬坐，现在的年轻小姑娘真是虚荣。她的口红颜色还挺好看的，不就是苏大街的那个什么999吗？啊，当然会好看，没品味。迪奥出新款了，我这样看她衣服也挺好看的。俗，网红款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力量亏损，
不能隔空抽他们一嘴巴。罢了，虎落平阳时绝不交换，还是眼不见为净的好。哎，你说秦放这小子就这么认命了？啊，也不吵也不闹的，这一路我就绝了。你说他这么平静，也不挣扎一下，啊？算了，跟你也说不着。你用胶带封着他的嘴，又把他捆得那么结实，他挣扎有什么用啊？你好好开你的车吧。哎，贾桂枝，你对你们家老赵这么情深意长的，但你知道吗？他在外面可没少花花肠子。我跟我们老赵刚结婚的时候，感情挺好的。三年前，他的生意出了纰漏，一夜之间垮了。外面的债主叫嚣要砍死他。他那帮小三小四的脚底下就跟抹了油似的，跑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。那个时候谁救他呀？还不得是我。我达纳老家那边几乎变卖了所有的东西，帮他还了债。达纳以后他就把我当恩人一样看，跪在地下左右扇自己的耳光子，跟我说：“桂枝啊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以后你要有什么事，吩咐一句，我水里火里豁出命去都给你办了。”后来我就真的吩咐他了，我说：“我要那颗九眼天珠。”老赵被你们提携带货赚钱，他知道你们手段狠，他敢动什么心思啊？他要那颗九眼天珠干什么？那是我要的。你要这九眼天珠干什么？啊？不是为了钱？钱？我看你们这些人啊，就只知道钱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味儿很大吗？也不够啊。还有多久到站？明天下午。四老小姐，慢点就慢点吧，欲速则不达。你想，秦放他是。秦放是被绑架的，对吧？绑匪肯定是开车，那开车肯定比火车快。不如咱火车快，咱早去了也是干等着，没有意义。不如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啊。风景我就不看了，我就看着你，一顿三碗泡面，挺好。Thank you.
生命啊，不知哪里停下。如此啊，轰轰烈烈何妨？是我啊，想再多说些话。向前吧，就算明天何妨？这一生相遇，经过拥抱，告别太多人，承认的世界里总是把人遗忘。听我把心话说完，带上我的想念吧，听见那个声音说千万勇敢。谁的